我们是 Coming True， 即将成真火舞团，很高兴今年第三年受到竹北灯会的邀请，来到这边做火舞演出。接下来精彩的火舞表演即将要开始了。表演之前自我介绍一下，我们是等一下表演者，我是门牙，对，还有我的好伙伴，他是碰碰，我们两位合作六年的时间，接下来这段表演希望各位喜欢。表演之前有一个小小请求，因为今天观众朋友们真的比较热情，真的比较多，希望前三排的观众朋友们可以蹲下或者坐下，让更多的观众欣赏到我们的演出，再麻烦你们，谢谢。如果可以蹲下的观众朋友们，再麻烦你们可以稍微坐下一下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等一下，刚刚是有人叫我叔叔，我也才二十几而已，不要这样。好，表演即将开始，是否借用所有观众朋友们的双手，给我们一个小小的掌声，欢迎我们的表演好吗？